都没充电。啊，发都没充电？完全都没有。嗯。好，就这样吧。它这样顶得住吗？据说它现在这个模式就是完全用，完全用插电。嗯。所以试试看。滑去这个缆，刚刚这个缆车吗？就一直滑这个啊。哦。然后左边不知道哪里可以切回去。对啊，你不切回去，我们待会没有办法回去坐车。但是如果我们到这里，按哪里切回去？是那一条横的路吗？我不知道哦。这个极限是怎样？挡住。哎、欸，这个该不会是蒙选的那条线吧？我们不要挡在路中间啦，先下去，然后故意滑那个边界那边。这里嘛，不要挡住，两个人挡住。优先吗？是吗？还是右边是一般？右边是一般，是吗？我刚才想说，是不是左边是一般？没有，记不记得那是手道还是什么？团体的路跟？对啊，所以我现在有点疑惑。但是刚刚让我们的雪板人也是走排右边，然后我觉得看得出来下到雨下了，看得出来。回头看我觉得可恶，贴得过去。我看一下地图啦，我们应该要回那边了吧。时间走45分。嗯，就是我今天那个觉得被夹的那个要用要来那个涂那个太符的那个药膏。你那我去去生他，你那我去到去去生他。好像真的是探完路就该回去了，并没有要多滑一次。
那边回去可以再滑一次那边，那你还觉得坐缆车太慢？那边缆车多吗？我觉得就休息了，也太快了。不可惜，不可惜。切过去就回去了，那边切过去刚好就可以直接回去，去到那个，回到我们那一边。因为你现在往右看，橘色围栏下面那个就是你说那个二楼的滑雪学校那一边。嗯。然后我那边这边距离应该是比他那个还高。我有点怀疑橘色框起来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动态摄影。是哦。嗯，切得过去吗？好像是从最下面那边走过去，回去，然后背后可能是那个缆车站啊，那个有 wax 的那个，对啊，的缆车站，然后缆车站的椅子又是夹在那两个树中间的，我们也是被夹在树中间，然后隐身一样。他们学校都还是会带学生滑雪。话说回来，我刚没有认真看，都是教师题哦。嗯，好像是。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些地方的会教。嗯。那关东的会教吗？关东，我说东京都，他会来个说。哦，你是说这是 local 的辅导的学生哦？我不知道啊，那不是有些都是出来玩的吗？是玩还是教学？例如说，虽然你念很热的地方，但是冬天的时候会有三天要来校外教学。嗯，对啊，我以为是这样啊，所以不见得是都可以。也有可能。但是这种学校 level 的，你要，真的耶，动态摄影机，我现在看懂了。那个三脚架的什么的那个，因为那所谓的动态摄影，然后会跟你一路滑下去，嗯，有点像那种，但是那是什么时候才会开始？不是，应该说不是问什么时候才会开始，应该是说我没有看说明文件，然后也可能没有办法现在就穿，嗯，对啊。但是我要好好去看一下。嗯。对啊，你看你那个叫救命，我现在插着，这样子，就这样。嗯。它好像现在有个功能，就叫做外接电源。对对对，就是直接供电录影。那、直接供电录影，那就这样嘛，那就这样。好恐怖！
往左边不是吗？什么？哈？哦？我知道啊，你去看啊。哎，只是你确定要不要从这条路回去？你要干嘛？他应该是那个过了这个扶手的那一瞬间启动，然后就会开始嘟嘟嘟嘟嘟。那现在我觉得根本还没架好。哦。所以这个围起来是说给这个路的。哦。好吧，走吧。好，受缚，受缚。大才五十分吧，你比较休息。你要再坐去右边。现在55分。你要再滑是这个吗？随便啊。那我再滑是这个。大概这中间都会卡。是啊。这边吗？啊，你要滑这个？我滑这个。滑左边这个。左边不要了，左边那么高。左边我觉得坐久，那就糟糕了。啊？为什么不要滑左边？啊？再练一下啊，看看会不会好一点啊？没有，怎么叫好一点？克服心理恐惧啊！我们都只是……好，那上面想拍照。那这条路是？上面不对吧？对啊。最酸的是上面那个缆车，这个下半部没有。刚刚也是酸的，刚刚也是没有办法冷静，就很酸，很酸，很酸。没有到很酸、啊。有，我很酸，你没有，我有，我就是这一条，前面这一条，我不知道是我鞋子绑到他血液不流通，然后好酸，而且只有右脚。好像也不用拍照，太阳没有出来。在那，在那，你在说他就出来。你好。
这里有些器材，他把它摆到房间了，他觉得也做不出来。那个 box parking 啊。如果有旅馆专车，就可以早20分钟回到。嗯，而且我们就大概就下去找车子。而且他们同时出发。对啊，所以我们要赶快先找到旅馆的车。找到。对啊，他应该……我到现在没有记住旅馆的名字。啊？嘞。但是那个旅馆的车就这么大，就长那个样。Lista 的，是吗？还是什么 ？Lista 的吗？还是 Lista 的？搞不清楚，而且那个样子，我觉得他的房型至少有个1000个房间吧。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没有客满。而且小姐早上一直要推荐我们7:30，然后我们就跟他说不要，我们要7点，他才后来瞧。因为他们的厨师可能非常的说有两个人就是硬要7点吃，是吗？我的。哎呦，我们都要准备，要搞半天啊！不是7点上班，吃到8点回去弄一弄出门，7点是比较好吧？是差不多，差不多。因为你都6:50起床啊，7点吃饭不是刚好？对啊。哎、欸，我这样滑下来是这一条还是隔壁那条？是这一条吧？我跟你说会抖啦。是会抖，没错。我后来你是失忆了吗？我在想我用的什么滑法。其实不管什么滑法，后面没有人就好。哦，因为一直听到后面有声。那些斜板感觉是随时都要完蛋的样子，那种声音。我看看这些，看他们的姿势，我一直往后，往后。对，一直往后。这也是。对，都很害怕，都很害怕。我在锻炼我阅读他们的恐惧感，给我到哪？这个是觉得我又有点害怕，又有点可以。这是没有恐惧的小孩，但是是小孩吗？大人哦。但是他的滑法有点奇怪。我带了360，但我没有拿出来。感觉也不用拿了，一团混乱的局面。好了，滑回去收兜了。那个你知道吗？那个要钱。哪个？那个叫做什么代切休息室？随你用。然后还说什么在里面风景很好哦。风景哪里好啊？就是前面一堆树哪里好啊？不是，它的前面是对着河啦。它现在这里耶，哪里对着河？这面向下看呢、啊？哦，他就是代切美，然后一天要多少钱这样？一天哦，然后不是一天只有6个人可以包？啊，六个箱子啊，但是他会说里面可以多少人进去。但是我现在这样一看，觉得好像也还好。我也觉得还好，我在外面还没有那层膜嘞。不，他进去就是暖啊。哦。就是暖，然后还有什么跟你用这样？有，我不知道有没有事。谁拿饮料给你？谁拿饮料给你啊？就是放在里面而已。拍照吗？你说这个屋子啊，
你吓我，我也是谁嘞？所以你说这样风景很好。阿珂，他附暖炉了。哦。这样，既然现在湖有蓝色的感觉，还蛮漂亮。好，就这样，拍完。这里根本没有人来，全都有一种病毒。有时候拍一下这种屋子哦。那我下去。我要拍，你就要挡在我前面，真的是很烦。我是说我要拍下面，所以我跟你换可以。哦。好冷哦。4:02。哦，好了，感觉只是刚好时间。那你先走。
为什么要去走楼梯？没有啊，你要哦？啊？你要哦？那我还把你叫回来。哎，为什么那要走楼梯呀？这是我们的车吗？好像不是哎。这个好走吗？你觉得要往前走还是往这走？我想要直接这样走过去，哎，会滑倒吗？对。用斜板踏。到底有没有车啊？我们叫什么名字啊？你不用问他，他是雪场的。那因为那个就影响到我们要不要坐雪场的4:20回到车站呢、啊？え、リステル？リステル。リステル。リステルだって。え、お名前は？あ、予約してない。予約してるで、駅にシャトルさ乗ってって乗り換えるってやつで、ね。でも、はい、さっき来る来る、ホテル来るバック。ホテルが来るって言ったの？ホテルから駅までの、はい、リステルのドライバーさんは、はい、私たちは4時20分はここ。ホテルの車を待っててと言いました。あ、ホテルでリステル予約したの？え、でも、あがにだ、あがに。え、これはもういいよ。リステル俺は本当は予約になってねえ。駅行かれるんですもんね。え、いえいえ、さっきこのドライバーさんはこのホテルの専用のバス乗る。就是他就是叫我们先去火车站。真的吗？对啦。是哦。嗨。这我们不能坐这个。没有这个，他也没来。没有预约。哦。嗨。你自己刚刚也讲的一副好像可以坐的样子。我是说，如果旅馆的车出现，我们就坐。可以坐吗？你坐旅馆的。我这个一。リステル。向こうはリステルに直行で行きますから。どちら？もうホテルに予約してもらえるとダメなんですよ、本来は。はい。只是。他说本来是不行的。はい。对。说本来不行的。今天明明要来这里，为什么我们不预约啊？啊？你干嘛坐两个人的啦？我不是很坐一个人的吗？是有差点。他刚刚手上有一份长长的清单呢、啊。我们是两个没预约的人去给人家占位置，还在那边白目的讲话。我以为人很少。
他手上有一份长长的名字。哦。所以我才说我们两个是多的，我们就做一个人的。你是哪里听不懂？不知道，我不懂。他就还有刚刚在跟我念说，本来要预约的，本来不行的，他这样跟我念，你有听到吗？すみません、お名前伺ってもよろしいですか？チェンです。チェンさん？はい。はい、お疲れ。すみません。Thank you.